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宇。那今天影片会很短，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时间。你们看我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黑眼圈啊，我几乎都没怎么睡觉了。今天一整天的行程，早上就是起来剪影片，剪完然后去西门町四样子那边，然后去完以后晚上再去上课。我整天整天都没有自己的时间，全部献给 YouTube。快挂了，真的快挂了，受不了受不了。可是我可以在这边先偷偷跟各位预告说，我之后会做的事情。我在暑假的时候会出 Minecraft 系列，然后最近的话我会把尼尔系列赶快发完。那你们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我应该在跟三元拍影片，因为我有跟他约，所以之后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三元的影片。然后我还拍一部黑熊镇的影片，他应该是不会看到我这部影片啊，所以应该是可以讲。其实今天影片我也不能单单就只有这样，今天其实有个人来住我家，今天喜天来住我家，因为我明天早上要去打 Pokemon Trita， 然后我想说可以叫喜天起来一起跟我拍个影片，可是他一直死不起来。喜天，起来拍影片啊，你神经病，夜间电视要拍屁哦！干，你也才刚到我家，起来啦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，起来！我为了等你拍影片，我明明十一点就到你家了，然后你刚讲电话讲到两点，现在已经两点半了，你跟我说要拍三小时？可以，我们拍一部就好，一部半小时，很快。我要睡觉，不要睡啦！妈啊，半夜拍影片的啦！各位，这个就是那个，就是准时型睡觉型 YouTube， 然后我这个是工作狂型 YouTube。拍影片不早点拍，半夜拍影片。我都半夜拍呀、啊，你不觉得半夜没人讲话很安静吗？你不觉得？你不觉得吗？哦，没人讲话很安静哎。来拍啊！好啊，来拍啊！把相机放好。好啊，那我们来拍你画我猜。拍啊！好啦，开玩笑啦，让你睡觉，让你睡觉。去看我的 Facebook， 我很会画。哎呦，他就算想睡觉，还要懂得自我宣传呢，不错不错。好啦，让喜天睡觉，他看起来快挂了。半夜两点，拜托，半夜两点。我没办法，各位观众，我真的都很晚睡，我都剪影片剪到半夜，所以我没办法，这个时间是我正嗨的时候。喜天，你嗨不嗨啊？喜天嗨不嗨？你要说嗨，嗨不嗨？嗨不嗨？他快被我搞疯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影片其实大概就到这了啊，只是闹到喜天了。明天早上再挖他起来拍影片。好，那如果你们喜欢我影片啊，记得在下方的订阅及喜欢。那记得去看我游戏系列，我尼尔系列快要出完了，好像剩最后一集吧。今天好像是最后一集。所以我要想办法把二周目也剪出来了。那也记得去追踪我个人的 FB， 然后去按赞我粉丝团，还有追踪我 Instagram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